翟潇闻道歉事件引发热议。近日，翟潇闻因电视剧《以你为名》的夏天女主角突然更换仪式向粉丝道歉，此事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。据剧组解释，原本确定的女主角被另一位名为吴诗乐的艺人替换，且吴诗乐涉嫌尬戏行为，导致其他主要演员相继离开剧组，使得整个剧集的制作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。尽管翟潇闻并非此次女主角更换事件的责任人，但他为了回应粉丝的关切和质疑，选择了公开道歉。这一举动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，网友们对此反应各异。有人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，认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，不应该承担道歉的责任，也有人质疑他道歉的必要性和背后的原因，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关于此次事件的信息。整个事件不仅暴露出娱乐行业内的一些内幕，特别是艺人在制作决策中的无力感，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和平台影响力的深思。一些网友对翟潇闻的道歉表示理解和遗憾，同时也对整个事件的复杂性表示困惑，期待能够有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。